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玩这个游戏。不露牙齿。对。不露牙齿游戏。嗯。所以刚说话的人不就？对。讲话露牙齿没关系。就是不能笑，是不是？双标啊。可以这样子吗？微笑面。这个你是正经。真的，你是。今天你输了。对。啊，输的人会怎样？输的人要就是再多包一个睡觉，点单子。牙齿都是。哇塞！计划错误。好，那我那我们现在比没有笑的就输。什么？我瞬间就笑了。